我今天要郑重澄清一下关于我喜欢你们叫我妈妈这件事情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一个德才兼备的大美女，我什么都会，我什么都厉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不养鱼，我不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我认真工作，热爱生活。我不养鱼，我养儿子怎么？你情我愿的，我搞个儿子群，几百个人每天在里面叫我妈妈，我开心你们也开心啊。叫声妈妈怎么了？多一个妈不好吗？多一个妈，这个世界上就多一份温情，多一个亲人。我这么就是这么好的善举，就经常有一些变态跑我的群里面说一些怪怪的话，然后骂他们两句呢，他们又不爽了，就是酸言酸语的，有必要吗？就是怎么说呢，养儿子总比养鱼好吧，我认为是吧。养个儿子多一个妈，每天没事叫我一声妈，你们也开心我也开心，然后我还能带领你们一起成长一起进步，然后呢多一个妈还风险对冲，是什么坏事吗？我不认为，我觉得很好的，我会把这个妈妈当